加入爱美直播间的，能不能把赞赞给他点一下呀？我们能不能把赞赞给他点一下，家人们？咱们直播间把赞赞给他点一下，家人们。我太狠了，是吗？我们把赞赞给他点一下。我就是想好好的给你们直播一下，家人们。为什么老是被关小黑屋呢？还是什么原因啊？我们就是直播间的家人们，进来阿美直播间的，可不可以这样子对着，最中间这个屏幕这样子一直点啊，点一下赞赞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们把赞赞点一下，还有你们直播间，先打一波正能量好不好？先打一波正能量，我们现在加入直播间的先打一波正能量，然后先把赞赞给他点上去，先把赞赞给他点上去，我们再好好聊天。什么王菲在门口什么意思啊？晚上好。什么叫王菲又帅了？你瘦了？对，我感觉最近好像瘦了一点。吃饭了没有？吃了，你们吃饭了没有？我现在，你们猜一下，我现在在哪里？咱们进来的哥哥姐姐们，帮忙点点赞啊！咱们这个公屏上怎么那么大，都看不到我人了？礼物都送到这个地方去了。刷机一下看行不行啊？不是刷机，它这是个升值的问题。咱们进来的直播间家人们啊，先把王菲点点赞啊！咱们进来的先把王菲点点赞，感谢你们加入粉丝团啊！感谢你们的加入。什么在城上？我在阿梅。阿美家的旁边，在阿美家门口，对，在阿美家门口。但是他不愿意过来呢，那不愿意出来呢，怎么办？主播家人们，你们说怎么搞？你们说怎么弄？曲布搞定没有？我对曲布完全没有信心了。你们说怎么弄啊？现在直接冲进去，这样不好吧？直接冲进去吗？还有他们这边好冷，你看我这里。我穿了好几件衣服，里面一件，还有这个，你看羽绒服都穿上了。
有点冷啊，他们这边。哇，咱们准备4000多人了。我就是这么说的呢，就要4000多人。你们帮我点点赞啊，把这个点赞点到100万来。去找阿美的表姐是不是啊？我没有他表姐的号码呢，我没有他表姐的号码。去找他叔叔和表姐是不是？我觉得阿美他那个叔叔的话，够不好找，够不好说话，真的。阿美他那个叔叔够不好说话，我觉得。阿美现在在直播吗？阿美现在在直播吗？王菲，阿美是乐意的。来，咱们直播间5000多个家人们，你们说怎么弄？咱们是继续想办法呢，还是不要想办法直接回去了？我听你们的来。我看到你们好多人都说，王菲你放弃吧，好多人都让我放弃了。你们说怎么弄吗？我应该拿这个号直播的，我忘记了。